新台湾的建设，能够振兴台湾，能够让台湾的那个十大建筑也好，二十大建筑也好，那个十大建筑十大工程啊，包括了这个高雄港啊，包括了重建高雄港，包括花莲港啊，包括这个跨海大桥，还有啊这个整个国际啊，国际这个产业升级。另外呢，这个能源政策啊，恢复核四啊，这个使那个，因为台湾的这个尽量减少这个机动车，这个来那个就是电这个又改用电动机车啊，就不用那个烧油那个摩托车。我这边呢，然后具体详细就不谈了。那个至于那个什么样的啊，包括土地的改革，还有这个选举的政策，把教育的改变，教育的完全废除那种台独教育啊，这个是我后来要谈的。因为我明天啊在会上啊谈不了这么多，我在这会上只能够画龙点睛的提一点。这里呢，我今天就把这里呢谈到这里呢，已经比较相对来讲呢，已经占用的时间已经比较多了。那么，我们做一个，因为这个铺垫，我这样铺垫的结果呢，也是让我明天在现场发言的时候呢，我能够比较从容一些，因为我毕竟有个这个初步的一个录像嘛，一个直播呢，我可以给韩国瑜现在就是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在李嘉芬还没有召开这个我们大发府的那个聚会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到了大海二八大海在这里啊的一个铺垫，一个宣言。我今天呢，图像我就不说了。这里呢，因为呢，多少次重来急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我今天是夕，就是晚上，日以继夜。因为什么？我没有时间在明天早晨再去做这个准备。明天早晨，我要把这个手机的电都充满，然后，手机充好就做好那个我做的，给我的工作这个筹备会给我的工作就是大会的一个录像，一个采集啊，资料采集啊，一个工作。所以我的重点不是在我的明天的发言，而重点是我在为这个大会服务啊。能够成就这个大会，就是成就我自己；能够成就韩国瑜，就是成就我自己；能够成就2300万台湾人承认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台湾人，那么就是我的成就我了自己。啊，朝闻道，夕可死啊！早晨说出来的话，晚上如果说完了，晚上我就可以死了，我都不死都不怕了，鞠躬尽瘁，死而无憾了。这就所以说我有这个底气，我今年72岁，对吧？我生是台湾人，死我是为台湾而死。所以说啊，我是为中国的这个统一而死。我不能做中国的林肯，我能做中国的基辛格。我在给大家讲道理，给大家，我可以做中国的现在的孙中山。孙中山是夏威夷人，我也是夏威夷人，对吧？孙中山成立的新中会，我也成立了，在台湾，在美国也成立了台湾中华民国党，就是台湾中华共和党。啊，至于怎么样呢？要靠大家。我回头和大家，我有很多这个朋友嘛，马英九也是我的朋友嘛，啊，对吧？雷倩也是我的朋友嘛，洪秀柱啊这些啊，还有这个高金素梅啊，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网友啊，这些人都是我们不是兄弟啊，胜似兄弟，对吧？啊，我相信，只有讲心连在一起才是兄弟。我可以在桃园去拜兄弟，啊，去学台湾话，啊，把这个我台湾话，我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一定要超过马英九。说台湾话，我这个目标啊，在未来我这个还有10年的话，我希望我能有所长进，我的
学的就是什么，我们将来找，就把这个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能攻心呢，则反彻之效；自古之令非好战。咱们大家呢，后来治国啊，要深思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大家，现在大家。